嗰陣係啊，全城熱話，大家都好想贏呢個對手啦。見到成個觀眾席都係紅色嘅人海，係咁鬧對面隊啊，行步路都鬧，自己嗰隊乜都拆，即係好有嗰個主場作客嗰個感覺。原來咁多人一齊嗌 We Are Hong Kong 係咁有氣勢，同埋係咁爽啊！好嘅足球文化就係凝聚力，我哋嗌緊嘢一樣，同埋我哋想要嘅嘢係一樣。足球上一定係唔想輸咯，球迷入場嘅支持對我哋每一個球員都好緊要。令人振奮嗰個位咧，我係渣過你，但係我唔係流啊，我哋唔係任你砌咯。眨下眼真係五六年啦，係咯，那個熱潮過咗，冇嗰個全城熱話嘅氣氛咯。個氣氛擺明就係淡到你根本連自己想去 enjoy 呢樣嘢都冇。有其他嘅大事啦，香港，再加埋呢兩年嘅疫情，老實講，我自己嘅熱情都低咗好多嘅，即係比起一五年。踢完對中國隊嗰場波之後咧，有好多球員就已經不上揾食啦。無論你話係法圖斯、基拿馬、艾力士，我數都數到好多個出嚟。佢哋嗰陣時嘅人工係講緊坐住廿幾萬一個月。如果講大講腳嘅話，隊完中國隊之後先入隊嘅。嗰陣時如果可以喺香港隊踢嘅話咧，我覺得我嘅香港職業生涯可能會好唔同。對於我嚟講，一五年嗰個係個開端，即係香港隊都可以某啲時間都可以有呢個氣氛㗎，日後都可以咯，證明到啦嘛。咁但係好似連條路都未行咧。好似睇唔到佢點行咯，我都會有一個疑問，就係，如果而家香港隊準備踢翻波啦，咁究竟會唔會好似以前咁，成場都坐滿住一啲紅色衫嘅人去為我哋嘅香港隊歡呼咧？我唔知咯。今次呢個亞洲杯咧，我本來都有機會去踢嘅，去到臨尾一個星期先受傷去唔到。咁近呢幾年，每次覺得自己好有狀態嘅時候咧，就又受傷。即係你越大個，可以代表香港隊嘅比賽就會越少，都係有少少命中注定嘅感覺咯。我成日都覺得就係，哇！點解人哋國家隊係會喊嘅喎？即係無論贏同輸，佢哋都會有一嗰種感受，就係我好感動。佢哋個感受係好連住啊！之前訪問強尼咧，喺阿庫嗰陣，佢話其實全世界都盛行嘅運動，點會喺香港搞唔起㗎？點會啊？咁梗係香港有問題啦！我好似有回應佢，我就想搞下啲土壤咯。咁佢就覺得點搞啊土壤？加埋氣候㗎嘛，有時點可能就你搞到呢？香港足球嘅閪冧唔係一日，亦都唔係一人建成啊嘛！呢樣真係我哋做球員控制唔到啊！呢個叫大環境啊！咁你唯一真係可以叫做決定到或者控制到嘅，就係點樣去表現自己。佢事後有問同我講：，我會唔會好灰啊？咁樣講，希望你唔好覺得好灰啦。咁我只係想分享咁樣。望真係覺得靚，但係如果葉鳳輝有接實咗啦。喂，啱啱好似啲動作喎，鳳英話就真係。靜一靜，靜一。Philip 仔聽日信唔信咧？哎呀 ，Philip！ 係啊。哇 ！Philip 啲蟹勁入翻嚟嘅質素。喂 ，Philip 要咬佢條波。以你嘅質素冇理由唔入嘅喎。喂，真係壞啊！唔知要幾多條？仲有入。代表香港隊是一個歸屬感的一個有個咁嘅感覺，一班在很不同背景出身的人集合埋一齊，穿著同一個地方的波衫，成隊波都可以咁有熱血，即係同一個精神是非常之難。你而家我哋已經很少有機會可以出嚟同人講我喜歡這個地方添啦。咁如果有一個咁嘅約定俗成的環境，將呢些情緒抒發出嚟的話，
一定是好的。那些屈躁和憤怒點嚟就是你開始有很多事情不做得、不講得而嚟嘅咯。那這個地方我還是自由的，就是因為足球，那已經很爽咯。這個咁嘅舉動，即係我哋每一個落場的球員，我哋都是代表咗香港，咁都想香港隊有成績表現到俾球迷睇。呢一個咁嘅單位，即係香港隊，佢有一個能力去聚集咗一班人去睇佢哋，去建立一個咁嘅氣氛。你係真係俾一個現場嘅氣氛去感染到啊嘛，就係要有忽然球迷，你先可以一路去成為一啲忠實嘅球迷。即係所有嘢都係加數加上去，即係 gather 到 gather 得一個得一個。下次我睇香港波唔係要同翻嚟噶，咁但我都會支持咯。有個歸屬感咯，我諗我中意拍片，我中意足球，跟住我又中意香港，跟住我咪拍香港足球啊！我係許賢，我好中意足球，我好中意拍片，我好中意拍足球片。我相信啦，如果入得翻場，然後去再次感受嗰個氣氛嘅時候，又經歷完社運，又經歷完疫情嘅話咧，我會覺得有啲人可能會默默地即係流淚添啊，可能會嗌到。Ionas， 我都中意足球。雖然我唔係成日入場睇香港波，但如果香港隊需要人哋支持，我都會義不容辭。我哋嗌緊嘅一樣，同埋我哋想要嘅嘢係一樣。好嘅足球文化就係凝聚力。所以冇睇嗰隊波咧，即係嗰隊香港隊咧嘅好處就係咧，可以留翻喺香港，同香港嘅球迷一齊玩。愛下志明，香港隊嘅前鋒。本來我可以去亞洲杯嗰度踢波嘅，但而家咧就唔知點解嚟咗呢度做訪問。只得夏志明啊，入射门前撞入，同时都攻入咗佢代表香港队嘅第一个入球。我系叶鸿辉，香港队嘅守护员，呢十几年嚟都系香港嘅金脚连续嚟嘅。香港队嘅球迷，大家记得撑我哋香港队啊！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一定会付出我哋嘅所有。记住支持我哋香港队。點樣參與嗰個令見唔到你所謂最好的防守呢？最重要就是即係溝通，係嘛？有冇試過鬧完隊友啦，之後轉個頭自己失誤咧？即係然後就有，梗係有啦。咁咪之後唔出聲。